有人两行底下就是讲台语，第二行就是做网站。本来无要甲报的，因为进度足少的吼。好，讲台语的部分，今仔日唯一的进度就是这個原地觉醒，来大家。安怎讲？等于安怎讲？其实我有遇到一个词，还是不知道怎么讲，所以就把它拆开来。原怎么讲？原来原来要讲对不？就是原嘛。那力量我们会讲就是力，好，好。那觉呢？觉醒是觉醒，觉或觉，对不对？然后醒呢是醒，所以你把它组合起来，就会变成原点觉醒。好的。做这个代志，第二号就是做网站吼。啊，再听我有讲就是讲，我咧这个网站顶头吼，今仔日主要要做的是这个部分，就是因为我有这个互人查资料的这个部分，甲你会当来遮学台语两个大个部分吼。啊，学台语遮就是一方面你会当看一寡影片，另外一方面是你会当看一寡图。啊，今仔日有人到参加，就是甲这个影片甲图的部分吼去。接伫起咱这个网站顶头，不过还袂接好，所以我都 demo 给大家看。不过因为吼，工程师在做工课的时阵，我这个天数嘛袂当点么用用无代志，所以我就做一张图，未来啊，大家点遮看到的图，大约我就会生做安尼。好，接着我甲大家解释一下，时大大时大图互你，你唔通干那想着你家己，会当甲时大讲代理。啊，这是台语的汉字，啊，这是这个台语的音调吼。啊，今仔有人看无，所以下面搁有发出来的汉字。啊，就是讲这个未来吼，未来的工作就是吼，请来看阮爱台语的这个 happy， 阮顶头真侪讨论，啊，搁有一个进度啊，后来过来是要做啥物代志，内底嘛有阮的这个 hip hop 的迄个。所以欢迎加入我这个团队，好啊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因为吼，搁再强调一届，天主一转，靠得都袂晓写，所以我甲伊讲，即我完全拢看无，啊，完全拢看无嘛是会当塞一个坑。所以讲，朋友啊，爱鼓励大家来参加咱这个真有意义的活动，好，多谢大家。